好，刚刚我们说到哪一题？刚刚，第七题做完了哈，我们来看看第八题。第八题哈，他说哈，八 cosine x 哈，等 x 哈，它有几个实根啊？那你就说要画图来解，就是说，问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曲线，它跟这条这个曲线跟这条直线哈，这两条曲线它的交点有几个？就是说它有几个实数解，它有实数解就等于这两个曲线的交点。那这怎么做哈？这个，首先我们看啊。这条直线呢是这样子 ，x 等于 y 了、哦、这样的直线嘛，对吧？好，那这个函数它的图形介于哪里？介于八跟负八之间，八，它跟那个负八之间，负八之间的，它因为是 cosine 嘛 ，cosine 的话，所以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一点哈、哦，这一点的交点的话，这个也是八。对吧？哦，因为这一条是 y 等于 x， 所以这一点也是8。好，那我们来看看 cosine 的话哈，是多少 ？cosine 的话，它的那个周期是派嘛？哎，没有，周期是2派嘛？2派等于多少？2派大概是6点多啦， 3.14 嘛， 6.28。所以二派大概在这里，6.28，大概在这里，6.28。好，零的时候，这最高点，这是最高点，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样子，然后再来就下来，对吧？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哈。这边的话呢，直接写负八嘛，这里负八，6.28大概在这，负6.28的话大概在这，不过这个是等的，这个是这样子，负6.28的话是等于正的，是这样过来的。好，这题负6.28，这样子，所以呢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有底，好，要底的话，那这样的焦点有几个？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对吧？有底，所有五个解，没问题哈。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第九题。好，第九题它说设哈，零小于等于 x 哈，小于等于派啊，四球呢，哦，跟刚刚那一题有点类似了，不过不太一样，刚刚那是 cosine 哈 ，y 等于 sinx 哈。sinx， 它减掉 cosinx， 好，那个就等于 sin 呢 ，x 平方减掉 sinx， cosinx， 那用两倍减，好，这个1/2减 cosine 二 x， 减掉1/2 sin 二 x， 用两倍减公式，所以就是1/2，好，负1/2啊 ，cosine 二 x。加三零二零四，再加二零四，好，那这个的话，这可以抽出一个什么？跟它2/2跟它二，好，然后再写 cosine 呢45度，那 cosine 二零四减掉45度，好，45度，
再加二分之一。好，那 x 介于这个区间嘛，所以我知道二 x 哈，小于多少呢？二派大于等于零，它再减四分之派，减四分之派，再减四分之派多少？二减四分之一嘛，所以是四分之七，所以四分之七派。它在一起负负四分之派，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范围在哪里啊？它这个范围啊，负四分之派啊，正四分之七派，哦，本来应该是二派嘛啊，就是这从这里到这里的。所以事实上它也是转一圈的、啊、对吧，它事实上也是转一圈的、啊、从这里啊转啊转到这里了、啊。所以它也是转一圈的、啊。所以这是介于的零跟这是正负一之间嘛。好，他说呢它的最大值，它最大值的话你就带多少，带极小。带极小就负一啊。所以呢 y maximum 嘛齁。这里多少呢，二分之根号二加二分之一啊，哦，它用最大值，所以是二分之一加根号，对吧？哦，这样不理，哦，这个也是转一圈的，没问题吧？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来看看呢这个第十题。第四题的话呢，它四正了哦 ，cosine 的西塔减掉 sin 西塔，它乘以 secant 的西塔减 cosine 的西塔 ，tangent 西塔加 cotangent 西塔，这等于一啊。好，那为什么会等于一啊？我们看到、哦，这等于 sin 的西塔分之一嘛。啊，这等于吧，这等于 cosine 的西塔分之一。啊，然后把它通用以后呢 ，sin 西塔一减 sin 西塔分之一 ，cosine 西塔一减 cosine 的西塔分之一，对吧？然后再乘以多少？这乘起来要变成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这样子。好，那这样等于啊，这样等于三西塔，三西塔，啊，它跟它变成平方的，然后上面这个多少？上面这题一减掉多少呢？三西塔平方加 cos 西塔平方，它再加多少？三西塔平方 cos 西塔平方，那这一嘛消掉了，所以等于一。这个平方嘛，这个平方，这两题没问题吧？好，没有问题的话呢，那这个讲完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呢，这个这一份的话呢，我那事先还没有做过，不晓得能不能把它做出来。
们来看这个第十次的。第十次的话，我们看第一题啊，它是三角形哦 ，ABC 中啊。哦，那三角形 ABC 的话，哈，那我就知道 A 加 B 加 C 哈，这会等于180了。好，如果哈 ，tangent A 乘以 tangent B 哈，等于一的话，那么三角形的形状是多少？好，这个我把它展开看看。好，这边等于 sin A sin B 嘛。cosA cosB 这等于一，对吧？好，那我就知道呢 ，sinA sinB 减掉 cosA cosB 等于零。好，那我用复角公式，这个减这个干啥的？干的是 cosA 加 B 等于零，对不对？好，那所有都知道呢 ，a 加 b 哈等于 n 之派90度嘛，所以呢 c 等于90度，所以这是个直角三角形，是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再我们看第二题，好，因为这一张我也还没做过，如果没做出来的话，下一次就可以做出来。我们下列何者？下列何者是这个根啊？叫做八 x 三次方减六 x 呢加一等于零。啊，那后面都是什么？都是 sin 和 sin 的嘛，所以这应该要让你用那个三倍角公式。好，那这个的话，我可以用细口三啊，这两倍方四 x 加三号，它等于负一，对不对？我说我的这个等于啊，这个我就，是吧 ？x 哈，令它是等于 cos 的西塔，那个的西方三跟反方是 cos 的三西塔，等于二分之负一啊，听见没？那二分之负一的话哈，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嘛，应该120。所以呢，三西塔哈就等于多少呢？120。那120的话，因为它有好几个节哈，这个我们知道哈，那个等到你们哈那个学到那个什么学到那个三角方程式了。三角方程式的话，告诉我们说哈，如果呢 ，sin 呢，cos 呢，西塔哈，如果等 a 好了。那么这个西塔可以写成二 m 派哈加减 cos A， 好啊，比如说啊，这个比如说是二分之一好了啦，那是 cos 的话，我们取值哈 ，cos 的话是取值取第二象限的，啊，那这个如果是二分之一的话，在第一象限嘛，那这西塔哈 cos 二分之一哈，事实上等于六十度，这三分之派。但是因为它是啊，它是那个负二分之一嘛，那负二分之一在第二象限，那第二象限的话哈 ，cos 呢负 a 啦，那当然 a 大一点哈，这个话呢会等于派减掉啊 cos 呢 a， 那 a 的话现在是二分之一负二分之一嘛，所以这样叫做什么派减掉多少呢？派减掉那个三分之派啊，所以是三分之二派。好，所以呢，这个是等于二 m 派哈，它加减多少呢？加减三分之二派，等于，没问题吧？这是解那个三角方程式。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把它除西塔哈除上去，等于三分之二 m 派，加减呢九分之二派。然后你就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带。那一个一个带的话，哈，
如果是等于零的时候，那因为它加减的话，西塔的话，加减的话，它因为它都是小于什么呢？小于九十度嘛 ，cos 都是小于九十度嘛 ，cos 都小于九十度的话，所以你就 n 取零 ，n 取零，所以西塔的话等于多少？就等于那个零 ，r 跟多少？就是九分之二派嘛。这九分之二派的话等于多少？360嘛，720，它除以九，9872嘛，80度了，西塔就等于80度，哦，西塔等于80度了，1/2啊，哦，二派360。360除以9，9是36，40度了。所以呢，西塔等于40度了，西塔等于40度。啊，所以 x 等于啊 ，x 等于 cosine 40度，对不对 ？x 等于 cosine 40度。那 cosine 40度，所以答案是 A，A 可以的 ，A 可以哈。啊，其他不行啊。啊，或者是说，或者是 sin 50度也可以啊。但因为它没有50度的，等你，没问题吧？好，所以的话呢，答案应该是 cos 40度的。哦，所以这个不用讲的这么复杂，反正你一看的话呢，就是不用讲的这么复杂，所以你就马上知道哈，三西塔应该等于120嘛，对不对？所以西塔就等于342嘛，等你，没问题吧？啊、哦、cosine x 等于负分之一的话，那 x 等于120度，第二象限，是不是？我这样讲能不能 ？cosine x 等于负分之一，那 x 等于120度，这没问题吧？这没问题吧？在第二象限嘛 ，cosine 120度啊，是不是 cosine 呢180嘛？减掉60嘛，是不是？所以等于负的 cosine 60度，等于负二分之一的，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好，那等你们考完以后的话呢，我们会教你哈、哦，就是怎么解这个三角函数。所以解三角函数就是把那个西塔给找出来，没问题啊。好，没有问题的话呢，再我们看看呢，所以这答案是 A。再我们看看呢，这个第十题。再我们看看呢，这个第二题啊，第三题。第三题啊，是哈 ，x 等于根号三 ，cosx 哈，等于 sinx， 对吧？则下列何者的函数值的话最小？那你就把它弄成了，哦，这题。cosine 30度了，变成 cosine 呢 ，x 加上30度，这样子。好，那哪一个数值最小啊？那 f 100等于多少？知道是看这个的哈 ，f 100等于多少？两倍的 cosine 多少？130度嘛，其实130度，所以是负的两倍的 cosine 呢50度了。那 f 呢？220呢 ？cosine 多少？250。这250可以写成啊，写成270度哈、哦，减掉20度，这在第几象限啊？在第三象限 ，cosine 是负的，负的呢 ，sin 哈、哦，20度，行不行？对吧？是负的320度，这270嘛，那 f 多少呢？340度，两倍的 cosine 多少呢？370啊，370度，
减掉360，所以是两贝塔 cosine 十度。好，啊 m 呢？470 cosine 多少？加30 cosine 500度嘛。那500度的话呢？减掉540是吧？540是不是减掉540？540是360的吧？360乘以2多少？720。哦，540应该吧？加180，就是这540嘛。540的话，哈，我们现在来看看了这个地象限了。360加180嘛，这有40度，第二象限，所以是负的。负的呢，两倍的 cosine 40度，对吧？好，那 f 呢？590度，两倍的 cosine 多少？加30嘛，590加30多少？620。那620的话呢？等于啥？720嘛，720减720，就等于 cosine 呢负100度，就等于 cosine 100度。那负的话呢 ，sine 多少？10度，对不对？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来看哈，我们都把它换成 sine 好了，就等于负的两倍的 sine 40度。它就等于啊，两倍的 sin 的80度，这是正的。看到吧？这等于负的两倍的 sin 50度。好，所以这个最小吧，负的最小，所以答案应该吧？答案应该是340吧。第三题，470呀、对呀，470呀、刚刚看错了，刚刚看到这里了，好，470，对不对？因为 sin 是真函数嘛，第一象限真函数嘛，所以这个数值最大，对吧？这50度最大，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比较大，但是这个正的，因为它选最小的，所以我们选负的。负的最大就是最小，没问题，没问题吧？我希望你们这一次的话呢，每一个人都考100，那我就出名了。所以出名也很简单，对，你们每个人都考100，那我就出名了。第三题，到看第四题。看第四题啊，好 ，f(x) 哈，等于五 cosine x 哈，减21 sine x 哈，它有最大值时哈 ，x 在第一象限。好，我们把它呢弄成啊，21的平方哈，21乘21，1224嘛，441啊，行不行？好，加25多少？466，开，超出466，看到吧？根号466分之cosine x，减掉466分之sine x。好，奥利德是cosine西塔，它是sine西塔，听见？所以这就等于啥？根号466。那 cosine 呢 ？x 加西塔，是不是？啊，其中哈、天线西塔等于多少？天线这个哈 ，sin 西塔除以 cosine 西塔，21除以五，等比。好，现在的话呢，他说哈、有最大值时哈，那 x 多少？最大值的话，那 x 哈，
加上西塔哈，等到等于零嘛。也就 x 的话呢，等于负西塔，是不是？那 x 等于x 等于负西塔，那这样在第几象限啊？那 x 在第几象限的、啊、哈？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在第一象限啊，西塔在第一象限嘛，第一啊，所以负西塔在啊第四象限，西塔在第一嘛，负西塔在第四，对不对？所以的话应该在第四象限，第四题应该在第四象限，答案选猪，对不对？对吧？因为这是在第一象限嘛，现在第一象限啊，所以负西塔在第四象限。哦，西塔在第一象限呢、啊，那负西塔在第四象限，没问题吧？好，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看第五题。第五题，他说 y 哈等于 sin x 哈，的图形与下列何者相同？我们看 BA 哈 ，y 等于呢？sin 哈，二分之派加一个是，这口 sin 一个是吧？当然不一样啊，算是不一样。b 啊 b 也 b 也一定不一样的哈 ，sin 呢就是减掉二分之派，这当然是不一样的。c y 等于 cos 呢也不是加二分之派，这跑到第二象限去哦 ，cos 是负的，所以这负的 sin 呢不是，所以这也不是、啊。c 再看 b。y 等于 cosine 呢 x 减二分之派，这个又对了呀。cosine x 减二分之派就等于呢 cosine 二分之派减 x， 对吧？就等于 sin x， 所以这是对的。b 的话是对的，是吧？好，这样看一的话不对了，一的话是负 sin。y 等于多少 ？sin 负 x。哦 ，sin 是奇函数嘛，是负的 sin x。这样有理，没问题吧？好，没问题。我们现在看第六题。好，第六题的话，下列各图形何者不对称原点啊？不过这个这里我们就跳过去了，这里有反三角函数，我反三角函数的话，我们还没教。你们不会考吗？你们还没教，没有教反三角函数吗？对吧？哦，你们说要考到那里的话，没有考三角函数。啊，你们学校现在教了没有？啊，三至四什么东西？和叉号机还是一号和叉叉？还是叠合？啊，哦。那、啊、你们什么时候考？下个礼拜都考了吗？啊，下个礼拜考，哦，所以我们还有一次，哦，还有一次的话可以做很多题目。我们看到、哦，我们看填充比哈、哦，第一题，是哈、哦，阿尔法加贝塔哈等于45度了，则一加。天线阿尔法哈，一加天线贝塔，等于多少？我们看到、哦，我把它取天线哦，一等于多少？天线呢？阿尔法加上天线贝塔，那这一减掉天线阿尔法，天线贝塔，是不是？那这展开的话是一加多少呢？天线阿尔法加上天线贝塔，那加呢？天线阿尔法乘以。那我把中间这个带掉，这等于多少？这等于一减天线阿尔法，天线贝塔，它加天线阿尔法，天线贝塔，这两个消掉，所以这答案等于二了。这样子，没问题吧？啊、哦，它公式要把它背熟哦，啊、哦，公式要把它背熟。好、哦，再我们看第二题。第二题啊，他说呢，
天天阿瓦哈，天天贝塔呢，是方程式的两个根呢、啊，的两个根呢、啊，而且哈、哦，写天天阿瓦加贝塔哈，等于负二，那么 a 等于多少？好，首先我们看哈、哦，天天阿瓦加天天贝塔哈，比多少？等于负四嘛，好，两根之和嘛，等于 a 分之负 b 嘛，好，两根之积，等于 a 分之 c 嘛，好 ，a 分之 c 等于 a 啦，对吧？好，那我现在来看哈、哦，天天阿瓦加天负二哈，等于天天的阿瓦加贝塔，这等于一减掉。天天阿瓦天天贝塔是 A 嘛？啊，天天阿瓦加天天贝塔是负四，那 A 就算出来，约掉啊，是二，一减 A 等于二，所以 A 等于多少 ？A 等于负一，这样子，没问题吧？啊、哦。我们看第二题再来看第三题。第三题，阿瓦贝塔均为锐角了哈，而且 sin 阿瓦 sin 二贝塔哈 ，cosine 阿瓦 cosine 二贝塔。那问阿瓦加贝塔的话，那你把它移过去嘛，移过去又合并起来就好了，把它移过来啊 ，cosine 阿瓦 cosine 二贝塔。减掉 sin 阿瓦 ，sin 二贝塔等于零啊！哦，这个只要你记公式而已。这等啊，这等于 cosine 呢，阿瓦加二贝塔等于零吗？是不是？所以呢，阿瓦加二贝塔等于等于九十度嘛，二分之派啊。哦，因为他说阿瓦贝塔均为锐角，是不是？所以两个加起来应该是二分之派。阿瓦小于二分之派，大于二贝塔小于多少？小于派，大于，所以阿瓦加二贝塔小于二分之三派，大于。那现在能够等于零的啊，所以它的角度啊是从零度到这里。好，那能够等于零的就这里了。哦，啊，或者是，啊、不对啊。零的话是这里呀、啊，凹过是这里，啊，这个这挖掉嘛，这没有了、啊，所以是二分之派嘛，对吧？这里是挖掉的，这没有等于，是不是？等于。所以呢，阿瓦加二贝塔就等于二分之派。好，再我们看第四题。这哈 ，sin 西塔是等于五分之一啊，则 cotangent 的二西塔平方等于多少？好，那这怎么做哈？我们先算那个好了 ，sin 二西塔，你看哈 ，sin 西塔是等于五分之一的话，所以 cosine 西塔应该多少？五分之根号二十四嘛，对不对？哦，这 r 分之 y 嘛，那这 r 分之 x，x 就根号呢 r 平方减 y 平方，对吧？好，那这样的话呢 ，sin 二西塔等于多少？两倍的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五分之一乘以五分之根号二十四，好，所以这样等号。二十分之二，这可以凑出四了，四六二十四，这应该是四根号六。好，哦，这是 sin 二西塔，然后呢，这个 cosine 二西塔呢，哦，cosine 二西塔等于二十五分之多少？二十五的平方减掉呢，四根号六的平方。
然后开根号。然后你说老师啊，它有可能是正或负哦，那没关系嘛，因为这里有平方啊。等一下平方就没有了。好，二十五多少？这是六二五哟。等下多少呢？十六乘以六，九十六对吧？三十六九十六，这是九嘛？二对吧？五百二十七。这根号呢？五百二十七。好，那我就把它给一除嘛，好，我就知道哈 ，cotangent 二西塔平方哈，听得到？等于 cosine 二西塔平方嘛，除以 sin 呢，二西塔平方，好，就这个除以这个嘛，就是根号五二九除以四根号六，整个的平方嘛，五二九。它、啊、除以多少？四是十六，它乘以六，九十六，等比，等比吧。好，五二九除以九十六，这样等比。好，没问题的话呢，那这一章就讲完了。我们看看呢，第十二次。第十二次的第一题吧，好，他说哈，这一题的话我印象很深刻。这一题的话，以前我念高中的时候哈，那因为我们那个老师那个公式啊都没证明哈，那我就跑到那个新竹去哈，就听那个就是有个新竹中学的哈，那老师啊家里面的话那个在给他补习，那很多人呢其实。啊，我跟那个同学去了，然后他做这一题的话呢，几乎写了个黑板。啊，一出来，我去那边的话，我是想要听他哈、哦、那个公式的话呢是怎么弄的，但是他，这问题的话。我当时怎么做呢？我当时这样做，我要平方啊，要不要开根号？这样子。好，这平方以后的话就叫做这个多少？这个就是这个平方的这平方嘛。好，这是多少？这是二对吧？好，啊，减掉多少？两倍多少？这个乘以这个，看到多少？一减一，减三对，二啊平方。是这样子，啊，这个话是里面的嘛，所以变化二减掉多少，这口三平方嘛，对吧？这两倍口三，行不行？对吧？然后的话呢，然后的话我就把它抽出一个二来，这二分之二，一减口三就是，所以呢两倍多少，三减多少？这是 OMS， 这样比，就是啊，那个那个新竹中学老师哦，一直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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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写的整个黑板，而且他的黑板比我这个大很多，他的黑板比我这个大很多，他的黑板是很大的那个黑板，他写的新竹中学写了一整个黑板，啊我哎呀。那我已经，我心脑草已经算错了。后来的话，我那只听，我只那听一次，我就不清楚了。好，这样没问题吧？这样子，好，这一题的话，我这一题的话，我记。这句话我还要记到现在，啊，他当时怎么做的哈，我已经忘记了，因为他是在说什么，写太长了，我现在记不起来。好了，现在看看，好，现在我们看第二题啊，第二题。
那西塔是锐角哈，西塔它小九十度了啊。切呢 ，A 等于 cos 西塔哈 ，A 等于 cos 西塔。下列何者为二 A 了哈？这二 A 一减 A 平方，啊，这 cos 西塔嘛，啊，这啥？这等于 sin 西塔，所以这等于两倍等于 sin 多少？三二西塔，等于三二西塔，所以等于三呢二西塔，哦，因为这是 cos 西塔，这是 sin 西塔嘛，所以三二西塔，所以答案是 B 呀、啊，跟你，跟你吧，好、哦，所以你们发现呢，其实三角函数竟然这么简单，对吧？哈、哦，这是你们来这里补习的一大发现。这个问题吧，这样看了第二题啊，这样看第三题啊。好，他说呢，这个值是多少啊？根号三了哈 ，second 呢290啊，加 cosecond 哈。这是250，对吧？好，那这样的话等于多少？sin 哈、哦，这根号三的哈，我们那个 cos 比较那个认识的哈，所以我们用 cos， 减掉180，170，这 cos 呢270哈。哦，这是 cos 分之一嘛 ，cos 270加20度了，信不信？这第一象限，第四象限都是正的，所以这是 sin 呢20度了。哦，这 sin 呢20度分之一，加多少呢？这是 sin 250分之一嘛 ，sin 250分之一。所以 sin 呢250哈，这等于 sin 多少呢？270减掉20度，所以 cos， 那这 B 象限，270减20嘛 ，B 三象限 ，B 三象限的话呢 ，sin 是负的，所以变成 cos 的话多一个负啊 ，cos 20度，好，这等于负的 cos 20度。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应该等于多少？三分之一，然后把它合并好，合并的话哈是 sin 的20度 ，cos 20度的话，合共多少？根号三倍等于 cos 20度 ，cos 20度减掉多少呢 ？sin 20度，这样子。好，那这样的话可以把它合并，这后面要抽出二来吧。二的话就是啊，这一 cos 多少呢？30度，这是 cos 30度了，二分之根号三的是 cos 30度，所以 cos 呢30度加20度50度了，那这二分之一倍的 sin 多少呢 ？sin 40度，哎，你看哈、哦、，cos 50度跟 sin 40度是一样的，所以这等于4，没问题，没问题吧？把这我抽出一个二来嘛。抽出个来，这欧是根号三，欧根号三的话是等于 cos 呢30度 ，cos 30度 ，cos 20度嘛，减掉 sin 呢30度 ，sin 20度嘛，哦欧我抽出个二嘛，这欧分之一嘛，这 sin 20度 ，sin 30度，所以加起来等于多少 ？cos 呢50度，就这样子，这样问题，没问题吧？好、哦。这样没问题吧？
好，没问题的话呢，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呢，所以答案应该是四了哈，一了哈，再看第四题，四了哈 ，sin x 减掉四分之三派了，我 sin 呢 x 减掉四分之一派等于负一啊，那他问呢？cosine 4x 等于多少？好，那我用什么呢？积化和差。好，积化和差呢？这里的二分之一多少呢 ？sin 多少啊 ？alpha 加贝塔 ，alpha 加贝塔 ，2x 减掉呢派，加 sin 呢 alpha 减贝塔。好。阿尔法减贝塔，阿尔法减贝塔是负四分之三派加四分之派嘛？你多少？负的二分之派，负的二分之派，那是等于负一。哦，积化和差，有理。哦，这里 sin 阿尔法加贝塔加 sin 阿尔法减贝塔。好，那这等于多少？这等于负的，这等于负的呢 ，sin 二 x， 好，看多少？这负一，听见？那它现在要 cosine 嘛 ，cosine 4 x 嘛，哈，所以都知道呢，二分之一过去嘛，负 sin 呢二 x 减一，等于多少？负二 ，sin 二 x 一过来。三二 x 呢，等于到负一过来一，对不对？则这个等于多少？这个，这个等于呢一减掉两倍的 sin 呢二 x 的平方，哦，倍条公式，对吧？是这样子，所以是一减二乘以一的平方，答案是负一的，这样对。跟你吧，哦，就是以前我们老师在旁边高中的时候，那公式都不证明啊，我们就硬背，你也不会一百分，对不对？好，第四题，再来看第五题啊。我们看第五题。第五题，下列各函数何者的值域哈？哦，那这个是反三角函数了，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了。我们看，再来看填充题，第一题哈，设方程式 x 平方加 px 加 q 等于零，它的两根是 sin 西塔和 cos 西塔。用 PQ 表示哈，两倍的呢 ，sin 哈，平方二分之西塔，那 cosine 呢二分之西塔，减掉呢 ，sin 二分之西塔，平方。好，那这个的话我看看哈，这可以怎么做哈？这个可以把它弄成用那个半角公式。二乘以呢，二分之一减 cosine 西塔，它乘以多少？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是一嘛，减掉两倍的呢，这个乘以这个 ，sin 二分之西塔 ，cosine 二分之西塔，所以这等于 sin 西塔，所以这个叫多少？这是一减 cosine 西塔，它乘以 sin 西塔，有理？哎，没有，一减三西塔，这样子。好，那个一减掉多少呢？三西塔加 cos 西塔，加上三西塔 cos 西塔，这样有理，没问题吧？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两根之和嘛，
sin 西塔加 cos 西塔，两个字等于互批，信不信？对吧？那两个字积呢 ？sin 西塔 cos 西塔是等于 q 了，信不信？所以要等于多少呢？一减掉多少呢？互批加上 q 了，一加 p 加 q 了，这样等于，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好，这样没问题吧？啊，好，没问题的话，我们现在来看看呢，第二题。好，我看你们学校大概没办法做这么题，都题目让你们看。我去那个时候啊，去那个大雅啊，就是台中的大雅乡啊。就去，因为他那里说要请数学老师嘛，我就去应征了。那是我第一次教高中数学，我就去应征了。他们的话，他们都好像有集团啊，好像反正是两个，就是两个那个补习班有那个。师兄弟的关系也好，然后的话，然后我就是到一家去，然后那一家的话就介绍另外一个主任让我认识，然后我在那边教嘛，然后也是另外那个主任，然后就载我回来，从台中载我回来，然后他就问我说哈。听说了哈，就是说他听另外那个主任说了哈，说我那个就是一堂课就三个小时了，可以做三十几题。我说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就一直做。然后他的主任哈显露出。一副那个惊恐的样子，显露出一副惊恐的样子。我说没有啊，这个讲其实老机子这个也没什么，反正你们熟，你们的话这个就是做熟的话就那个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我们看这个二次方程式啊，加 p 哈 ，x 呢加上 q 哈，我写错了，我现在经常教的时候，然后那个那是教物理的，然后那个有个老师就跟我讲啊，他说有个地方哈，他说什么？他说他可以讲一节课，然后那个露出一副很得意的样子，好像说他，反正他也是值得得意的，因为我没有他能耐，因为那个东西的话，我五分钟就讲完了，好像不行了，他为什么呢？讲，我问。我都不想他为什么能够赚钱，他才厉害，在有功底，在有功底啊！我看，这么彻底，他说他能是哦，但是要叫 PSQ 哦，等于你有两个根了哈。那这两个根的话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是。sin 呢，十二分之派啊，平方的哈。啊，另外一个是 sin 呢，十二分之五派啊。那他问那个 p 是多少？好，那 p 的话当然就是两个字母加负号啊。因为两个字母怎么互 p 嘛 ？sin 呢，十二分之派的平方啊。再加多少 ？sin 多少？十二分之五派啊。所以这也不是很难，你用那个。半角公式嘛，二分之一减 cos 多少？二西塔嘛，
就这个角度算是六分之派，加上二分之多少？一减 cos 多少？这是六分之五派。但是这两个刚好可以消掉，因为这两个加起来刚好180，是不是？对吧？那我们在 cos 呢？180减西塔，我们获得 cos 西塔，所以这两个是可以消掉的，那答案是一啊。所以 P 的话就等于负一啊，这样问题没问题吧？好，好，没问题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题。他说哈，三角形的 ABC 中呢哈，若 tangent 哈。好，那这样 a 加 b 加 c 哈，这会等于180了。若天正 a 啊，等于四分之三哈。那你有练物理的话，你就知道大概大概是37啊。我 cosine 呢 c 等于负的呢是三分之，我说这第二象限。则天正 b 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偏的 b 的话等于多少？好，那我现在哈，用什么呢？把那个 tangent 哈，这在第二象限，第二象限 tangent 是负的。tangent c 的话等于多少？负的嘛，负的话呢是等于13到12嘛，负12。等于在第二象限。等你，没问题吧？那不对哦，不对不对不对，这是哈、哦，这是 r 分多少呢？负 r 分之 x 啊。那 tan c 的话是等于呢 y 除以 x 嘛？那 y 的话是12了 ，x 的话负5嘛，应该是5分之负12才对。哦，这是 tan c。好，那 tan b 的话等于多少？tangent b 的话是等于 tangent 多少吗？派减掉多少呢 ？a 加 c 嘛，就等于 tangent 多少？等于负的 tangent 嘛，负的哈 tangent 哈 a 加 c， 就等于多少？就等于负的哈，tangent a，tangent a 哈加上 tangent c。啊，除以多少？一减掉 tangent a， tangent c 了，等比 tangent a 四分之三嘛，加 tangent c， tangent c 减掉五分之十二，一减掉多少呢？四分之三乘以负的五分之十二，所以等于五是二十啊，二十分之十五哈，减掉呢48哈。二十多少呢？二十加多少呢？36，这样子消掉，所以这是56多少呢？48减15，333。能不能约分呢、啊？好像不行啊。56负33，这样没问题吧？再看第四题，第四题的话，它说方程式啊，根号三 ，cos x 哈，加 sin 哈 ，x 等于一啊，这是最小正根等于多少？把那二抽出来，哦，这二分之根号三的话是。cosine 三十度嘛，二分之一起 sin 三十度嘛，所以是 cosine 的 x 减掉30度，六分之派，一，所以 cosine 的 x 减掉六分之派哈，就等于二分之一，所以这应该60度，所以 x 减掉六分之派等于60度，是3分之派，所
所以 x 等于二分之派，我三分之一加六分之一等于二分之一，好，所以答案是二分之派，这样有问题？没问题吧？好，这样没问题吧？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呢第五题啊。啊，第五题他说哈，天正的哈，是大家四分之派哈等于 k 啊，请以 k 表示呢 cos 二西塔。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K 表示这个，这个哈、哦，我们先来看看呢 ，tan 西塔哈等于几 K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把这 cos 二西塔哈写成 tan 的形式，这可以写多少？写成呢，好像是多少？一减 tan 哈，西塔的平方嘛，一加 tan 呢，西塔的平方，是不是？好，因为这可以写成 cos 西 ，cos 平方西塔减 sin 平方西塔，啊除以 cos 平方西塔加 sin 平方西塔，啊上下除以 cos 平方，一减 tan 平方除以一加 tan 平方，对吧？好，那所有这个哈、哦，这个我把它展开，展开是 tan 西塔。加 tan 四分之派 ，tan 四分之一嘛，一减掉呢 ，tan 四分之派一乘以 tan 西塔 ，tan 西塔。好，那现在的话，我就可以把什么，把 tan 西塔找出来，一减 tan 西塔，啊乘以 k 嘛，等于 tan 西塔加一。好，那我 tan 西塔 k 移过去。变成一加 tan 西塔 k， 我 tan 西塔 k 移过去嘛，那这 e 过来变成 k 减一 ，k 减一，所以呢，这写错了哈，我把这一项哈移过去嘛 ，tan 西塔抽出来，一加 k tan 西塔，所以 tan 呢西塔等于多少 ？k 减一除以 k 加一。然后把它带进去，好，这样就变成一加 k 减一 k 加一的平方，一减掉多少 ？k 减一 k 加一平方，好，那就变成多少呢？通通以后变成 k 减一平方加 k 加一平方。好，我这个同理又把 k 减一的平方约掉了，所以 k 减一的平方减 k 加一的平方，这样子。好，那这个抽出来的话呢，交叉下负的2 k 跟正的2 k 消掉了。好，那这里有 k 平方有两个，一也有两个，所以两倍的 k 平方加一。那这个，就这个减这个嘛 ，k 消掉了。负二，注意到这个加这个，一消掉 ，OK， 所以约掉 ，k 平方加一分之五 ，OK， 这样有问题？没问题吧？这样有问题？好，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还有十分钟啊，可以再做。把那个哈、哦，那个二十三次的拿出来，我们来做一下。我们看第二十三次啊、哦，我们看单选题，第一题啊，
他说方程式呢 ，sin 啊 ，x 哈等于一减 x， 它的根的数目的啊。好，那这个呢，就用 y 等于 sin x 哈，它的 y 等于一减 x 哈，来那个呢，取它的交。好 ，y 等于一减 x 的话呢，是什么图哦？是这样的图。它绝对式的话都是一的哈。对吧？那这个的话呢是那个 y 等于正负一哈，好 ，y 等于 y 正负一之间那个呢震荡嘛，它这里是负一的哈。对吧？好，那这样震荡的时候的话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它的解就解的话都在这里了，这边没有解，好，这边没有解。好，那这里的话呢，应该的话呢，这一的话，这里应该是二，好，这里应该二。好，那二的话呢，大概多少？派的话等于3.14嘛，所以不到派啊，所以大概在这里。派的话，3.1是大概在这里，行不行？好，这里3.1是吧？这只有个解而已，对吧？是不是这样子？跟你，所以答案应该是只有一个解，答案 B 呀，没问题吧？好，再我们看看第二题。好，然后呢 ？A， 他说是等于 sin 一啊，这一是进度的哦 ，V 等于 sin 二啊 ，C 等于 sin 三。我们知道 sin 哦，在第一象限是真函数了，对吧？我们都把它弄到第一象限去。我们知道那个欧之派哦等于多少？等于欧之3.14，等于多少？3.14除以二。二一二，二得十，二七，1.57呀、啊。好、哦，这时候最大，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这超出二了嘛，所以你这样怎么办？三于多少哈？三于那个已经跑到第二象限去了，二分之派了哈。跑到第二。等于是跑到第二象限去了，跑到第二象限去的话啊，我给它呢减个派嘛，对吧？第二象限的话呢是正的，就派减二，派减二，派减二，进不进？好，那就等于多少？等于呢3.14嘛哈，减二，三于多少呢？1.14，这样子，好，那不到90度了，那是多少？3点多嘛，我就给它，这应该是负的，为什么 ？sin 的三减掉多少？3.14嘛，3.14减掉派。那减掉派的话，这应该多少？西塔减派哈，等负的派减西塔，3.14，是不是这样子？不对啊，这应该多少？应该，负的哈，三减派吧，用派减三好，反正我们是熟悉嘛，所以是怎么？哦，这3.14吧。哦，所以是三于多少啊？0.14啊，这样子。好，没问题的话，那是最大，因为它都没有超过呢90度嘛，90度是1.57嘛，
都没有超过90度，都在第二象限，这些都在第二象限，所以呢 V 大于多少 A 它大于 C 啊， V 大于 A 大于 C， 这个问题没问题吧？好，好，没问题。我们现在来看呢多重选择。多重选择呢？第一题设函数了哈 ，f(x) 哈等于负五倍的 cosine 呢 ，sinx 总三次派。则下列选项呢，哪一个是真的？好，那你看哦，这个呢，它小于等于多少 ？cosine 哦 ，sinx 减三次派，因为它 x 范围没有限制嘛。小于等于一，大于等于一啊，那乘以负五嘛，所以负五 cosine 呢 ，sinx 减三次派，小于等于五，大于等于负，小于等于五，大于等于负，所以答案是 A。好 ，f 在 x 等于三，三分之派时有最小值。好，三分之派的时候的话哈，三分之派这样对不对啊？派三分之派减掉三分之派，不会有最小值的。这什么时候最小值？你知道吗？这个就等于呢二分之派的时候了，很不对。等于那个什么呢？等于派的时候了。这个要等于派的时候呢，才有最小值。没有最大值。cosine 零度等于一嘛，零度等于一的时候乘以负五是最小值。cosine 派的话等于负一嘛。这时候最大值，所以这不对的。三分之派的话呢，没有最小值。f 这个周期的话是三分之二派，好，就缩小了啦。三这个周期是x 的周期二派嘛，它缩小三分之一倍嘛，所以三分之二派，所以没有错啊。周期是三分之二派，收缩嘛，收缩成三分之一倍。y 等 f 的图形的话，对称于呢 x 轴哈，这个应该不是对称于 x 轴，没有对称于 x 轴。我们看这个图形怎么画？这图形的话呢，首先呢就是画 cosine 嘛 ，x 了 ，cosine x 这样画。然后整个图形的话呢，往右移动呢三分之派。这代表呢，轴往左嘛，移动三分之派，哦，移动三分之派，哎，不对啊，要先收缩了，收缩以后再移动，收缩的话呢，这样子哈、哦。收缩的话，哈，那个这里啊，本来是二分之派嘛，它缩成三分之一，所以是六分之派，带多少？这是三分之二派，啊，这个是没有，这是90度，那180的话在这里，啊，这是三分之二派，这三分之派，这样子。收缩，收缩完以后的话，啊、这个的话，这个是负的六分之派，然后再来的话呢，往右移动多少呢？移动三分之派，所以移到这里来，移到这里来，那、啊、这里变成零的话，这里就变成六分之派，这边六分之派，那、啊、就变成啊，变成是三分之派。这样子，它、啊、再加六分之派，这是二分之派，以此类推，它、啊、这就没了，没问题吧？好，图形这个样子，好，移动，然后再颠倒，颠倒以后的话就怎样，就变成这个，再颠倒，颠倒的话就变成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图层。兄弟，兄弟啊，啊这里哈、啊，这个是五，啊这里是负五，没问题吧？红色的，兄弟，没问题吧？就是你哈、啊，你这个本来是 cos x 嘛，变成呢 cos 三 x 啊，哦，这是收缩成超出一倍，再位移。cos 呢变成多少？ 3x 呢减三分之派嘛。哦，这个图形的话呢，往右移动的三分之派，三分之派，那等于走的话往左的话呢，移动的三分之派。对，三分之派。哦，本来是从，本来刚刚好像是从这里嘛，对不对？哦，那移到这边。然后再来乘以多少？乘以负一，负一的话再颠倒过来，颠倒过来以后的话呢，再乘以五，就变成这个样子。兄弟，没问题吧？好，就收缩跟位移啊，就可以得到。好，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所以 D 的话不对的 ，C 是对的 ，D 不对的。那 F 呢？五分之派 ，F 五分之派多少？就 F 呢？五分之派了哈。就等于负五哈 ，cos 多少呢？五分之三派减掉三分之派，那这样一减多少？这样等于十五分多少呢？九减五嘛，四派啊，对不对？这是在第一象限嘛，所以是小于的，对不对？哦，不是大于，小于才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